sowing a June，一个森林。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可以完全改变 sowing 这一件事情。那你在成因组在现场 sowing 的时候，你都需要去调整你的 gain，就是你的声音录制的大小声。那这个动作到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了。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超。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一件。Hi，my name is Kai Yuan。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收音这件事情。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一件东，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像是我们现场收音，肯定就要调各种 gain 啊，gain 就是调整你音量的大小、输入的强度这样子。那，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工作流程。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工作形态。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可以减轻现场收音的。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小小的问题。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要调整 gain 的现场。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收音的各种问题，可以减轻收音。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的各。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就是。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遇到的各种问题。像是你现场收音跟正常你都会去调整你的 gain 嘛，gain 就是增益，增益就是你拍摄。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拍摄的收音。Hi，my name is Kai Yu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摄时
现场收音的工作内容。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 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就可以让你现场收音变成更简单。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可以把现场收音这个东西变得非常非常简单，让它更专注。你可以。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现场收音的这一个工作流程，可以让现场收音变得非常非常简单，让它变得可以更专注听到你想要录的声音，而不是在那里一直调 gain 啊。如果你有2轨就算了，那你有8轨、16轨，你要在那里一个一个调 gain，是不是会花很多心力在上面 ？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现场收音这个环节。就你可以让现场收音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更加专注在听到想要收到的声音，而不是在那里调整一些零碎的小事情。像是你如果录个2轨，那就算了；你录个10轨、20轨，哇塞，你这样子一个一个调 gain，你真的会死翘翘。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 Wan。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里面的现场收音这个环节。这个现场收音呢，你可以。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现场收音的这个环节。这个现场收音有这个东西之后。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这个工作的内容。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这个框框里面的内容。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Hi, my name is Kelly Wa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现场收音的这一个环节里面的工作内容。你可以让收音这个工作变得更加轻松，更加专注，仔细听你想要收到的声音，而不是在那里零碎调整一些设定去调整 gain 啊。如果你录个2轨就算了，如果你录个8轨、16轨，哇塞，你每一个 gain，你转场，你就要在那里慢慢一个一个调，是不是超累啊？你因为他可能讲话大声、小声，你也在那里慢慢调，这个都变成历史了。因为今天我们拥有了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东西，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样的东西呢？
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我现在手中拿这个应该是最阳春，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样我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我手中现在拿的这个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阳春、最小的一个32位元的收音设备吧，这个是 Zoom 的 F3 Field Recorder，就是现场收音的收音机啦。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样我手中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现在我手中这个 Zoom 的 F3 Field Recorder。这个应该是最阳春，现在市场上最阳春、最便宜、最平，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设备。我现在手上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个我手中这个 Zoom F3 Field Recorder 现场收音的收音机啊，这应该是市场上目前最阳春、最平民最简单，